在现场帮忙照相，嘉义高中的秘书叶伯忠叶秘书，还有我们嘉义高中校友联谊会的理事长陈宝光陈理事长，欢迎。还有我们联谊行董事长张宏成张董事长。今天的介绍，我们嘉义市王总会的总干事黄克公黄总干事，然后就在后面欢迎你。我们嘉义市的议员蔡文旭蔡议员，好，议员好，大家晚安。还有我们新埔里的里长廖淑玲廖里长，好，里长欢迎您。还有今天来的贵宾哦，我们是法院的大法官蔡清游蔡法蔡大法官，多一个大字哦，完全不一样哦。我们欢迎，也是我们家中校友哈，非常欢迎蔡大法官。好，紧接着我们介绍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的局长徐友仁徐里长，欢迎您。我们嘉义市调查站的主任朱元祥朱主任，主任好。我们台南调查站的科长张友仁张科长，以及夫人胡贤，我们嘉义市调查站的副主任。好，紧接着我们介绍云林县调查站的组长张义宏张组长，欢迎。好，我们再介绍祥泰基金会的董事长王福元王院长，还有我们新宝保全公司的董事长吕清喜吕董事长，欢迎。我们前工业会的理事长张志玉张理事长，理事长好。我们大山电缆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他的夫人苏文宽苏董事长，来欢迎您。我们荣丰工程公司的董事长陈志良陈董事长，好，欢迎。顺义公司的董事长林文春林董事长，还有林妈妈，哎，一起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。开心诊所的院长吕俊忠吕院长，我们嘉义犯罪防治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主任委员陈思亮陈主委，欢迎。唐安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唐继周唐董事长，还有红安药局的董事长陈俊南陈董事长，好，欢迎您。那还有国泰世华银行的协理江纯环张协理，欢迎各位。那还有我们维新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伙伴哈，还有律师都在旁边帮忙，也欢迎各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开幕序曲就由我们的加油哦，对，抱歉，这边还有要补充介绍，永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秋美陈副总，欢迎。行政院农委会副主委翁章良翁副主委。还有大业国中的前会长林慧霞林会长，还有我们欢迎前文化局局长侯家正侯教授，诚意建设总经理戴淑玲戴总经理，还有我们宋思全宋院长，还有林兆清董事长，欢迎。还有我们金门调查站的科长康中勋科长，欢迎。好，那欢迎以上贵宾哈，那如果没有一一唱名的请多包涵哈。那在我们整个大会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欢迎我们嘉义铁马道乐团呢，要为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棒的开幕曲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